大到底资金就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冲？那其实，社会上已经有非常多学者，好 NGO 团体对于资金区有一些分析。那我这边只是非常简单跟大家讲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说，资金区它其实等于一个所谓的资金区呢？首先我们可以先去看，其他引起非常大的争议是它农产品加值的部分。那大家都知道，其实资金区会开放，高达其实会高达2000多项。其实就是上千项的这个中国农产品原本是被管制的，不得进口台湾的。现在这件事情是放松了，他们可以进口到台湾来。他们进口到台湾来呢，会在所谓的六港一空一园区的这个范围里面，可以进行加工、生产、制造。那例如说，中国的花生进口，它在台湾这个经历经过一些加工制造之后，只要它被认定有35%的附加价值是台湾制造出来的，它就可以。Made in Taiwan 就是标上 MIT。 那如果它是它加工之后是属于非管制的产品，例如说花生酱，它可能可以内销台湾。那如果是管制产品，例如说花生粉，它可能就销到国外去。那无论是外销还是内销都有可能，这个就造成我们所谓的 MIT 这个品牌的形象是不是会被打折，或者会不会有来自于这个中国的食安问题，这其实都是大家所关心的。那其实不谈这些，我们只是看中国这个农产品原物料的低廉的价格，以及非常非常大量的生产，光是量跟价就可以打趴台湾的台湾的这些小农生产所生产出来的原物料。到时候这个资金区所谓的农产品价值，它只会造成农业资本化。什么意思？就是那些有钱去开食品加工厂、有钱去从事农业加工业的人，他们或许可以从资金区得到利益。可是那些小农呢？他们生产出来的那些作物，完全就会被来自其他国家，不止中国，来自其他国家的农产品给打败。WTO， 我们加入 WTO 以来，我们的农业已经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了。资金区再开放下去，我们难以想象台湾的粮食自给率会往下探底到什么程度。那这是一个。那再来，还有包含租税的部分。那大家知道，其实资金区里面，它为了要吸引企业来投资，为了要鼓励厂在那边设厂，它很多包含。这个所谓的境内关外，就是你这个货品在里面出去不用计关税，或是你营业的一些营业税可以减免，水电费可以得到补助，好一堆零零扣扣有的没有的，反正给你减税。那减税这东西，台湾之前也不是没有过，我们这个产业创新条例、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奖励投资条例，全部都在减税。减到后来，我们的受薪阶级的税负越来越高，可是那些赚最多钱的企业缴的钱越来越少，导致整个政府财政容易恶化。然后我们的社会福利崩盘，这其实整个恶果已经在过去几十年不断的上演，不断的上演。那我们在怀疑，资金区重演这个减税的东西，重演减税的这个戏码，到底可以为产业带来多少实际的升值，还是只是会进一步加深财团化、青年贫穷化的现象？这是另外一个。再来还包含一些非常严重的，包含土地征收的程序可以得到这个简化，一些环境评估的程序可以得到简化。今天因为厂商在资金区是盖工厂。他要取得土地，他要通过环评，程序都比在资金区之外更简单，可以平行审查，可以放宽标准，可以不受什么什么法的限制。这东西难道可以被允许吗？我们可以看到，在资金区之外，所谓的大埔事件，所谓桃园航空城，就是原因就是为了要投企业所好，要投这些厂商所好，为了提供他们便宜的厂房，提供他们便宜的土地。于是就很快的把这些土地的征收都简化了，资金区一设计下去，台湾的地皮就会炒得更严重而已。所以资金区它其实就等于是台湾人民的自禁区，而且自禁还不是我们自己愿意自禁的，是政府逼我们自禁的。好，大家还有喊的口号喊政府自禁，人民自禁啊！政府自禁，政府自禁，人民自禁，人民自禁，政府自禁，政府自禁，人民自禁，人民自禁，政府自禁，政府自禁，人民自禁，人民自禁。好，我们看到。这些受害者都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从一
阶的一般的蓝领劳工，到医生这样的白领劳工，到辛勤为我们辛勤耕作粮食的农民，所以我们作为台湾的下一代，作为台湾的青年，在这里我们要守护是我们的未来，不要让我们未来就在这样的临时会里面，一次次临时就被决定了，突然就被决定了。所以我们在警告政府，不要，千万不要再硬干，我的人民就是在全面迎战。然后我最后再喊一次口号：政府一干，政府一干，人民一战，人民一战，政府一干，政府一干，人民一战，人民一战。好，谢谢大家，谢谢各位社会朋友，谢谢各位媒体。然后如果所以朋友有更多的问题，或现场朋友对我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加入我们后续行动的话，都可以到前面来找我们，谢谢。然后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今天会持续关注今天临时会的议程的安排，然后以及在临时会如果议程它真的安排这些三大的争议法案下去的话，我们将会持续采取行动，谢谢大家。